这位是我师尊张真人，各位来到武当，不知有何见教？难道没有为首的可以答话吗？教主到！白普，原来一切都是他在捣鬼，难怪少林派会一败涂地。 晚生张无忌，今日得见武林中北斗之王，幸会幸会。张无忌，老道万万没有想到，明教教主竟是如此年轻俊美的少女，巧的是名字又偏和我那无忌徒孙相同。<笑>张真人，您真是好眼力呀，一看就知道我女扮男装啊。贫道的几个徒儿不自量力。 曾赴贵教讨教高招，迄今未归，不知他们下落如何，还请张教主明示。宋大侠等人在本教的手中，而且受了点伤，不过性命并无大碍。至于那位殷六侠嘛，我那姓殷的小徒呢？哼！哎呀！ 那殷六侠就可怜了，和那位鱼三侠一模一样，这四只啊被大力金刚指全给折断了。师叔，这人呢是死不了，不过动弹不得。师叔，师傅，师傅。哎呀，张真人似乎身体不适哦。不劳张教主操心，老道健朗得很。 那晚生就有一句良言相劝了：“讲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率土之滨莫非王臣。我蒙古皇帝威震四海，张真人到时若能孝顺，皇上肯定另当殊封，武当派大蒙荣宠，宋大侠等人人无恙，到时肯定会。” 封爵加禄啊！明教虽多行不义，胡作非为，却一向与元兵作对，曾几何时却投了朝廷？老道是否封官太久，倒是孤陋寡闻了。弃暗投明嘛，时时务者为俊杰。少林派空闻神僧以下，个个都效忠朝廷。本教见大势所趋，追随天下贤豪之后而已啊。 元顺帝残暴，多害百姓，这是民怨四起。贫道虽是方外出家之人，但也知大义所在。空闻乃当世神僧，岂能为势力所驱？你这姑娘何以说话颠倒是非？正说，张真人是不肯归顺我朝了。 字字句句听得一清二楚，还要贫道重复吗？张真人既然如此冥顽不化，那我也就没什么话好说了。请各位跟我走吧。鬼夫王，哎，您叫张教主坐下，晚辈韦孝参见张真人。 韦先生不必多礼，久仰清逸福王亲功绝顶，世所罕有。今日一见，果然名不虚传呐、啊！张真人夸奖了。<笑>姓赵的，你冒充明教，破坏本教名声，用意何在？男子汉大丈夫，何必如此阴险毒辣呢？哼，我本来就不是什么男子汉大丈夫。 小女子阴险毒辣，你想怎么样啊？哎，你不要老是这么男不男、女不女的好不好？害得我口快说错了话哦。咱们言归正传，你冒充我明教之名，先攻少林，再扰武当，到底是居心何在？你又是什么来历？啊，不说话，那我就要开骂了啊！我要骂到你说实话为止。 你这个臭！
哪个替我张嘴？是。喊大圣母，让，让个路。明教张教主座下，游行散人布袋和尚说不得，参见武当掌教祖师张真人。你们把贫道弄糊涂了，到底谁才是明教的人呢？比较奉张教主之命赶来救援，现都在武当山下听候差遣。哼，虚张声势啊。要不要我发信号攻上山来，证实我所言不假啊？你是说奉教主之命？我是这么说了。那他人呢？叫他来见我。啊哈，你这话一出，你就不打自招，承认自己是个冒牌货了吧？张真人也已经分出敌我了吧？啊！你别得意，就凭独鞭符和一个臭和尚，成不了什么气候的。再加上我呢，我白眉鹰王阴天正。喂，鹰王，你也来了？接到光明左使杨潇的传令。知道亲家有难，一路上我骑死了八匹马，飞奔而来。张真人，晚辈斗胆叫一声亲家，请恕罪。我徒儿张翠山和你千金殷素素已结成夫妻，你叫我亲家，那是理所当然的了。明教的高手越来越多，筹划多时，审慎安排的计谋，看来今日难以成功。但是，好不容易将张三丰打成重伤。这是千载难逢、绝无第二次的良机啊！今日若不乘此机会灭了武当派，日后将更加棘手了。江湖上传言，武当乃正大门派，岂知耳闻不如目见。哼，原来武当暗中和魔教勾勾搭搭，全仗着魔教撑腰。哼，根本不值一提。哎，赵姑娘，你这句话说的太没见识了吧？张真人威震武林的时候，只怕你爷爷还没出世呢。你个小孩懂什么呀？是你说的对，还是我没见识？那得由武当来证明啊。如何证明？今日前来专程讨教武当绝学，武当派不论哪一位下场，我们都乐于奉陪。武当派到底是确有真才实学，还是浪得虚名？交战之后，既能昭告天下了。至于明教和我的过节，日后再慢慢算账也不迟啊。哼，张无忌这个臭小子奸诈狡猾，我日后见了他一定要扒他的皮，抽他的筋，一消心头之恨。哎呀，很好，很配。独鞭符，你说什么呀你？赵姑娘，本教张教主少年英雄，你赵姑娘美貌如花，看起来年纪比我们张教主呢还小几岁。哎，这么着，我老蝙蝠给你们做个现成的媒，你就嫁给我们教主如何啊？啊？张真人，你若不肯露一手，就留句话下来。说这武当派呢，乃欺世盗名之辈，我就立刻带人下山，并归还宋远桥等人。天都亮了，这样吧，一战定输赢。阿大、阿二、阿三，你们站出来。张真人只需将我这三个不中用的家人打发了，我就佩服武当派的功夫，确实是名下无虚。要不然嘛。江湖上自有公论，也不用我多说。张真人，你就先跟我家的阿三比比拳脚吧。张真人，请。好雄厚的内力啊，连老夫都自叹不如。这丫头手底下怎么那么多奇人异事啊？张真人，你要是不想下场，只需交代一句，我不会动蛮硬兵。太师父，这位施主要见识我武当派的拳技，又何必劳动太师父大驾？
让弟子演几招给他瞧瞧也就够了。这位施主，足登青砖使的是少林派金刚伏魔的外加神功，想是西域少林一支的高手，你小孩强出头，恐怕以卵击石啊。少林外支啊，那我更有兴趣了。师傅，他怎么会太极拳呢？这林晓彤不是你的弟子吗？我没见过他呀。啊？是我将太极拳传给你的时候，他在一旁学会的。此子天赋极高啊！哎呀！用意不用力。黑羽断续高来，本门的虚空妙药秘密之极，连本门弟子也不知道，你这小童从哪里听来的？我是顺口试的，看看胡青牛的易经是否有误。还真有了，拿来。没有。没有了。没有。拿药来。没有。长江大河滔滔不绝。把黑羽断续膏拿出来。想不到堂堂的明教大教主这么没出息呀，在武当假扮起道童来了。赵姑娘言之差矣，先父翠山宫正是太师父座下第五弟子，子随父，我张无忌就是武当人，不需假扮。徒孙张无忌叩见师公和三师伯。事出仓促，未及禀明身份，还请恕欺瞒之罪。你已经太好了，你没有死，太好了。太师公，无忌好想你啊。翠山有后了，他可含笑九泉了。张真人，恭喜你啊，教出这么一位好徒孙呐。我也应该恭喜你啊，生了这么个好外孙。什么好外孙好徒孙啊，两个老不死
生了一个奸诈狡猾的小鬼出来。赵姑娘，阿三是你的手下，想必你定有黑玉断须膏了，请赐予我三师伯六师叔，以便治好他们的断肢。我为什么要给你啊？我啊，恨你入骨，不将你碎尸万段，难抵昔日在绿柳山庄钢牢中对我轻薄羞辱之罪。那日为了解救我教中人，事在紧急才不得不出此下策，其实在下绝无丝毫轻薄之意。你要黑玉断须膏，那也不难，只要你答应我三件事，我便双手奉上。哪三件事？我现在还没想起来，等到我想起来了，我说一件你就做一件。那怎么成？如果你要我自杀，要做猪做狗，我也必须依你。我不会要你自杀，也不会叫你做猪做狗。就算你肯做，只怕你做不来。好，只要是不违侠义之道，而我又做得到，我张无忌依你也无妨。公子，张公子，小赵，公子，你没事吧？啊，我没事，你放心吧。你怎么来了？啊，我和不回姐陪殷柳侠他们一起来的。那六叔呢？哦，他们就快到了。阿当在。去把姓张那小子的两条胳膊给我砍下来。是。让开。姓赵的丫头，你太卑鄙了，用倚天剑欺负我教主手无寸铁。我就是卑鄙，怎么样？谁叫他把我送给他的东西转送给别的女孩。武姬，看太极剑法。看清楚了。还记着没有？已忘记了一小半。现炒现卖也难为你了。现在怎么样？已忘记了一大半。糟糕，教主越忘越多，那他就……张真人，你这路太极剑法很是深奥，看一遍无忌怎么记得住呢？请你再使一遍，给我们教主瞧清楚。现在呢？我这下全忘了，忘得干干净净的了。啊，不坏不坏，忘得真快呀！他们徒孙俩在干什么？哼，临阵学武未免太迟了吧？
下无能，甘领罪责。且慢，不留下黑玉断续高，休想走下武当山。是他们，是他们，是他们！啊！教主，公子，是他们，是他们！教主，无忌，还不出来！鬼蝠王，你不要走一步就叫一句，烦不烦呐？教主中了玄冥二老的玄冥毒掌，我是在担心他呀。这教主和张真人在里头好半天了，不是？师公，您在笑我？不是，我是在想，我活了百岁，这百年来的人生经历还没有你几年的精彩。我还真不想有这种经历，在死门关前不知道走过多少回，这种曲曲折折的遭遇我实在无法承受啊。过去了，一切的不愉快都过去了。师公，您可知无忌无时无刻不在思念你啊？我又何尝不是呢？你父翠山是我最疼爱的弟子，爱屋及乌，我对你呢自有一番疼爱呀。自你失踪之后，我不断自责，不该让你去蝴蝶谷啊。好在老天助你，化苦为甘呢。教主，你的伤怎么样了？咱们徒孙一聊就是大半天，他们一定是等焦急了。教主，张真人，你们都在外头啊？属下忧心教主啊。你们难道忘了我有九阳神功护体？玄冥神掌的阴寒对我来说一点也不碍事。我是久未见到师公，一聊忘了时间了。当年为救无忌，贫道我曾和挟持无忌的玄冥二老之一过招。说来惭愧，时至今日，咱们还摸不清对手的底细呀。那姓赵的丫头不知什么来历，连玄冥二老如此高手，竟然也甘心供他驱使。不管他身份如何，咱们眼下有两件大事。第一件是去抢夺黑玉断续膏，好治疗于三伯和殷六叔的伤。第二件嘛，是设法打听宋大师伯他们的下落。我残废了20年，便真有仙丹神药，那也治不好了。无忌，你还是先救大师哥他们吧。三师伯，你这几天发生的事，你六叔都跟我说了。让我喘口气。看到你，就想起了当年的我。六弟，你我同卧，真的是同病相怜呐。张公子，杨左使他们都准备好了，就等你号令出发。我知道了。无忌，你去吧。三师伯、六师叔，无忌告退。千言万语只有一句话，勿以善小而不为，勿以恶小而为之。师公耳提面命，无忌谨记在心。那就一路小心了。无忌告辞了。放了我儿子！你们内功尽失，有如凡人，想少受点苦就安分点，不要做无谓的挣扎。带走，走，秦叔，出去。爹，不管他们要如何，
孩儿绝不会向援兵屈服低头的。儿子，走。好，这才是我武当弟子的男儿本性。芷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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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放开他！芷若，怎么你们峨眉派也被抓来了？你们武当，爹，还有七叔，你师父他，自从被关后，师父就绝食，一直到现在。他们要带你去哪儿？我也不知道。芷若，你放心，只要有机会，我一定会救你出去的。带走，走，芷若，快走，芷若，走。给他。你休想用这把木剑来羞辱我。哇，很有男子气概，我欣赏。宗亲叔，你怎么不问问我找你来做什么？好，我问你，你要我做什么？比武了。用他？是啊，只要你能胜得了我的三个手下，我就立刻放你出去。要是打败的话，就得加囚一个月哦。我已经没有内力了，别说是木剑，就是三尺清风，我也难以取胜。没有内力还有招式吗？这对你来说，也许是个机会。情愿一死。不识抬举。把峨眉派周芷若给我带上来。是。等等，怎么改变主意了？你只要不找周芷若的麻烦，你要我做什么我都愿意。我就知道你对周芷若有意思，拿他来要挟你最管用了。阿三。是。你输了，老二，你输了。嗯，陆先生，我什么意思啊？他这一招叫同归于尽，结果出来是宋亲叔伤，老二死。宋少侠，敢问这一招叫什么？天地同寿，由我殷六叔所创。天地同寿，殷离亭。嗯，阿大，别给我丢人啊！属下遵命。宋少侠，请指教。你输了。你这种打法，我不可能赢。输了就得加囚一个月，押进牢房。走。进去。秦叔，爹，怎么样？你没事吧？啊，怎么样？没事。爹，我见到周芷若。啊，峨眉派也被关在这里了。秦叔，他们都怎么样啊？跟我们一样，被他以药物抑制内力，武功施展不开。哦。看来
咱们六大门派都被他关在此地啊。可是他把六大门派都关在这儿的目的又是什么呢？苦大师。郡主，这招你不能用。为什么？你金枝玉叶之体怎么可以受伤呢？公主，什么事啊？你看，世子来了。妹妹，哥，你什么时候回大都的？刚到的。娘呢？她不是跟你一起回来啊？啊，还留在上都呢。娘难得回趟娘家，恐怕要多待一阵子。嗯，哎，爹让我来找你啊，叫你回去。我才刚出门哎。是七王爷找你，妹妹，恭喜你了。恭喜？恭喜什么？哦，七王爷来家里正式下聘了，还定下了。无聊。哎，妹妹。我不听，我不听。你要去哪儿啊？我不让你管。妹妹，你不回去，我怎么向七王爷回话？就算我死了。妹妹，没听到，他死了。六叔，我帮你做了两根。不会，六叔，再过半个月你就用得上了。他说你都知道了。知道什么？无忌。不会，妹妹从小就跟我无话不说，他是曾告诉我他喜欢六叔。真的这么说？真的这么说？六叔，我是局外人，我不便说什么。如果六叔反对，那趁早直说，免得伤害了不回妹。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，从不回身上，我看到了小福的影子。在我受伤的这段时间里，他那么细心。那么有爱心，可是我们两个年龄差距太大，辈分又悬殊，就算我有意，也会为世俗所不容的。如果六叔不排斥不回妹子，我倒认为顺其自然。倘若真的有这么一天成了这桩姻缘，那么上代的仇嫌尽数化解，正是大大的美事啊。顺其自然，顺其自然。教主，唐一春求见。常大哥，属下参见教主。教主，常大哥快请。教主，查到姓赵的那丫头的行踪了，在哪儿？快说。大都，京城。我没猜错，她果然是朝廷之人呢。是啊，有人看到她押了一批人进城。宋大伯一定在赵明手上。魏福王、杨左使，你们先去准备准备，待我禀报施工之后，立即赶往大都。是。是。哎，博儿，站在那干什么？还不回去收拾东西？我不走，我要留下来照顾殷柳霞。殷柳霞的伤已经好了，不需要你照顾。走。杨左使，我认为不回妹妹，不如留在这里。大都是金鸡之地，咱们明教的身份说不定有性命之忧啊，何况赵敏
狡猾多端，难不保什么时候来个阴招叫咱们防不胜防。我认为不回妹子去的话，就会要咱们多分了一份心，留在武当反而对他好啊。教主开口，杨潇不敢违背。那好，我们这就赶往大都。如果赵明伤了宋大伯他们一丝一毫，我绝不放过他们。公子，此番前去大都，天子脚下，所有凶险很难预料。小昭，你身有镣铐，行动不便，我不希望你出事。公子，你想要我留下？你就在武当等我，有不回妹伴着你，你不会无聊的。我们要动身了。那好吧，让小昭送你一程。都到半山腰了，小昭，你别送了，现在送了三里又送三里，都到山脚了。公子，我不准你送了，越送越远。你不赶快上山，天黑了就伸手不见五指了。万一你迷路了出了事，我会良心不安的。好吧，小昭听公子的。哎，公子，你到了大都会见到赵敏吗？说不定会见得到。公子要是见到赵敏，可以代我向他求一件事吗？你有什么事求他？我想向他借倚天剑，砍断这铁链，否则我终身便会给绑着，不得自由。好，我会开这个口，不过我就怕他不肯借宝剑，何况要一直借到这里。那你把我带去啊，我向他借剑，他宝剑一挥，那不就成了？好，你说来说去啊，还不是要跟着我一起去大都吗？杨左使，你说咱们能带他吗？那也无妨啊，教主的衣着茶水也得有个人服侍，只是小昭带着铁链子怕会引人注目啊。哎，我会把铁链藏起来不让人看到啊。杨左使都帮你说话了，我还会不应允吗？多谢公子，多谢杨左使，多谢韦夫王。哎，我一句话没说，你谢我干什么？当心我旧病复发，吸你的血。哎，别吓我。上马吧。驾驾驾驾。你还知道我是你爹吗？爹，怎么了嘛？我才刚进门，你就给人家一顿啊！你去哪儿了？我去万安寺了。胡说！你哥哥去万安寺找你，你不但不肯回来，还跟我在外头混到现在才回来。爹，你要是在七王爷面前受了委屈，有气没处发，没关系。你尽管骂，尽管责怪我好了。你从小就能看穿每一个人的心，说话行事都抢在前头，所以我才疼你，宠爱你。现在你长大了，我的话你不听了，我是管不了你了。爹，你错了，你是我的父亲，做女儿的也只有顺从的份儿，不敢违抗的。但是有一件事情我必须力争。我不喜欢扎亚都，更讨厌七王爷以他的权势逼婚。我要是嫁了过去，爹，你帮我想想，我有个蛮横无理的公公，有个软弱无能的丈夫，我的日子会好过吗？爹，你忍心看你女儿去受苦，忍心看你女儿断送后半辈子吗？你忍心吗？我说不过你，我说不过你。爹，女儿讲的是个理字，又不是在无理取闹，爹当然说不过我了。爹，救救女儿吧，回绝齐王爷啊。
爹，从小您最疼我了，你肯定不会害我，对不对啊，爹？人心是肉长的，何况你是爹的亲骨肉，爹怎么会害你呢？好了好了，我来想想办法吧。你真是我的好爹爹。你呀，最会撒娇了。明明，要爹救你，还要你自救啊。女儿不懂爹的意思。齐王爷一直以平乱无功为要挟，而这些乱源的祸首就是明教。只要你灭了明教，爹在皇上面前就能抬头挺胸，凡事都能据理力争，懂吗？嗯。成坤呢？自从光明顶一战之后，就不见了他的踪影了。爹，我怀疑程师傅他有二心呢。有几心都无所谓，只要目的相同，互相利用又有何妨？我相信他还会来找我的。嗯。张无忌呢？听说张无忌是明教的新任教主，他整合了一盘散沙的明教。敏敏，你跟他见过面吗？女儿跟他对过几回，他……嗯。他怎么样？他是不是武功谋略都胜你一筹？他还好啊。哦，既然你能对付得了他，眼下就有一条平乱最捷便的路子。有道是蛇无头不行，敏敏，除掉了教主张无忌，明教就不攻自破，知道吗？我知道。滚！给我滚！滚回上都去！你给我滚！滚！滚呐！这，滚！你在干什么？在家喝个小酒，还得跟我吵又闹的。我又不是在外面花天酒地啊！不喜欢我喝酒，啊，去找个不喝酒的。滚！滚！你给我闭嘴！爹，我叫你给我闭嘴！没本事就少喝酒，每次喝酒你就要耍酒疯。你还在给我丢人现眼，给我回去！是，走了，爹都生气了，走啊！哎呀，走，跟我回去。都是你。一路辛苦了，小弟在此恭候多时。哪里哪里，住处已经安排好了，请您跟我来。有劳袁张兄了。哎，哪里哪里。自我教四方起义以后，朝廷对明教抓得紧，藏身佛寺可以减少许多不必要的麻烦。嗯，你安排得很周详。哎，听说你曾当过和尚。是，教主。论及起义抗元，我教就属你朱元璋这一支做得最为积极，最有成效了。多谢教主赞誉。啊，对了，赵明在哪儿？啊，属下跟踪数日，他现在经常出入汝阳王府。杨作石发现了什么？那个头陀，你认识？杨宗师，魏福王来。教主，把昆仑掌门何太冲带上来。没见过，只是他的身影觉得十分熟悉。想通了没有？昆仑掌门，如此推断，其他门派定然也关在塔内。何太冲脚步虚浮，内力全失，他的左手似乎也少了两个手指。我既落入你手，要杀要剐随你，可是让我投降做你朝廷鹰犬，你是做梦。我才懒得跟你啰嗦呢，反正规矩你都清楚。我已断了两根手指，再断一只又有何妨？拿剑来。等你断了十根手指，再降服于我。
我也不要你这废物了，拿剑给他。你没尽力，断他一根手指头。有时候见他天真无邪，有时候他的行事作风实在狠辣的令人发指。你们在这里等我，我去看看。玄冥二老的石香软禁散，内功尽失，现在浑身筋骨软弱无力。你就是救我们出去，我们也走不了多远啊！大师伯，无忌啊，你听我说，你要救我们出去，只能拖累你。你要好生保重自己，替我们孝敬师父，延续武当香脉啊！可是我……可是什么？你再啰嗦，我就揍你！听你大师伯的，快走！爹，好像有人来了。无忌，快走，快走啊！灭绝！灭绝！哼！哈！你不要以为装聋作哑，我就会放过你啊！开门，把这个老尼给我抓出来！你们要找就找我，不要为难我师父。哼！灭绝，你真该惭愧了，这三个徒弟，只有这么一个替你出头。哎，做人失败，这师父可是白当了。周芷若，你要强出头，那我就成全你了。禀郡主，峨眉周芷若带到。周芷若，不错，不错。你要干什么？年纪轻轻已经是峨眉派的极门高弟，真是让人羡慕啊！听说你是灭绝师太的得意弟子，深得他剑招绝学，是不是？家世武功博大精深，说到授传他老人家剑招绝学，周芷若年轻学浅，差得可远了。我们这里有个规矩，只要你能够打赢他们三个，就可以平平安安的出门，绝不为难你。尊师何以这般牙暗自高，不肯跟我们切磋学习呢？家世是宁死不屈，堂堂峨眉派掌门，岂肯在你们手下苟且求生？再说，师父是瞧不起卑鄙阴毒的小人，才不屑跟你们动招。那周姑娘你呢？我小小女子能有什么主张？师父怎么说，我就怎么做。你师父叫你不要跟我们动手，是不是？我峨眉派的剑法虽然说不上是什么了不起的武功，却终究是中原名门正派的武功，不能让藩邦援兵的无耻之徒学了去。
瞧你年纪轻轻，说话这么不留情面。你师父啊，真不愧是老江湖，我这么一点点居心，居然被他给说中了。照你这么看来，你是不肯跟我们比肩了？旁人若不肯比剑，或者是比剑比输了，我都会剁他一根手指。你呢？周芷若生的花容月貌，这么骄傲啊！好，你不比剑，我不剁你指头。不过，我要你跟这个大师傅一样，在脸上划二三十刀，看你还傲不傲？我要把你的俏脸蛋儿变成一个马蜂窝，不用什么精妙的绝招，随便划两三下就变成丑八怪了。怕不怕？不在乎啊。好，我动手了。啊，不要！你还是怕吗？你不要毁了我的脸，我情愿你杀了我，杀了我吧。哎呀，我不杀人的，我只不过要在你的脸上多划几刀而已。讨厌这盒子，一定要把它破坏不可吗？我没带暗器，我随手在怀里一掏，掏出这个盒子出来，是非有意，请姑娘别见怪吧。这盒子你一直带在身上？是啊。真的？嗯，我一直都带着。我不知道你和这周姑娘是好朋友，要不然我也不会这么对他。我了解了，原来你们是一对儿啊。我和周姑娘其实也没什么，只是这姓赵的居然对吴静十分钟情。我去请高手匠人把他重新镶好。你说什么？赵姑娘赠盒的美意，张无忌一直记在心里，此时无意将她损毁，在下好生过意不去。你当真这么想？嗯。你走吧。在下还有一事请教，赵姑娘，你把我大师伯等人擒拿起来，究竟为何呀？我是出自一番好意啊，我想请他们为朝廷效力，享受荣华富贵，谁让他们这么固执不听？我只好把他们囚禁起来，慢慢再说了。赵姑娘，在下还不走啊？既是如此，在下就告辞了。走。等等，你走我不会留。你要带走周姑娘，也不跟我说一声，你当我什么人？确实是在下失礼了，赵姑娘，请你高抬贵手，放了周姑娘吧。张教主，你说来就来，说走就走，你要救人便救人，我们这伙人的老脸往哪儿放啊？你不留一手绝技，兄弟们难以心服。小鬼，我不杀你，我要用你逼你爹娘就范。认出你来了，小时候就是被你抓走的，让我差点伤了性命，我今天要你加倍的还我。
我又是这三个，来者不善了。好意，周芷若感激不尽。我，张公子，周姑娘生的花容月貌，我见犹怜。照这么看来，她肯定是你的意中人了。周姑娘和在下自小就相识，在下幼时中了这位的玄冥神掌，阴毒入体，周身难以动弹。还多亏周姑娘为在下吃饭喝水，此番恩德，在下绝不敢忘。照你这么说，你们俩算是青梅竹马。你是不是想娶她做明教夫人？不说话就表示默认了。匈奴未灭，何以为家？张无忌，你一定要跟我作对，非灭了我不可。只要我心里有底，可至今我仍然不清楚姑娘的来历。这个灭字，姑娘是言重了。再说，我从未想要和姑娘为敌，虽然有过数次争执，可是每一次都是姑娘来找我，并不是我找姑娘巡视生非。只要姑娘能够放了我众位师叔伯及各派武林人士，那么张某应当对你感激不已，不敢心存敌意了。再说，我还欠姑娘三件事，张某定当尽心竭力，不让姑娘担心。你的这番话倒还蛮有诚意的。不过，周姑娘并非你的意中人，也不是你的师姐师妹。我毁她的容，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教主先离开这里，再想办法救人。张无忌，你老实跟我讲，你是不是喜欢周芷若？我一笑，你竟敢羞辱我！我岂止是要羞辱你，姓赵的，你给我听清楚了，今天你只要伤了周姑娘的容貌，我韦一笑绝饶不了你。你要是在她脸上划一道伤口，我就给你划两道；你要是划两道，我就给你划四道；你要是动她一根手指头，我就伤你两个。我清义父王出言必见，平生没有说过一句空话。你可以防我一年半载，但你防不了我十年八年。你若想派人追杀我，嘿嘿，可惜呀，你未必追得上我。姓赵的，怎么样？领教我轻功的厉害了吧？教主，事不宜迟，借机先退。赵姑娘，我们先告辞了。是不是让你跟他比剑？师父猜得不错，他果然图谋不轨，是以比剑来偷学我们峨眉派剑法。他的这点道行还想跟我较量？哼，他一张嘴我就看到他的喉咙底了。你跟他比了没有？没有。没有？按着
丫头的个性，怎么会轻易放过你？因为当时张无忌……住口！你少跟我提那魔头的名字。师父，张无忌他不是魔头。明教是魔教，他是明教的教主，他就是魔头。你跟他……算了，关在这么个鬼地方，生死难卜，还有什么好计较的？你见到张无忌了？他要救你吗？芷若，师姐对你不错吧？你是我一手带大的，师姐对你有恩又有情，是不是啊？是不是啊？有恩就要报，有情呢就要还。张无忌来救你的时候，一定要拉师姐一把。我可不管张无忌是不是魔头，只要能活命就行了。记着师姐的话。张无忌会出面救我，由此可见他真的很重视我。你们是青梅竹马之交喽？你是不是想娶她当教主夫人？你是不是想娶她做教主夫人啊？如果张无忌愿意，我一定会点头，一定会答应他的。